啊，腾讯700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季度仍然有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去年的一个业绩报告之后，基金投资者所看重的并不是一个广告或者是其他收费项目、零售收费项目的一个收益，而是腾讯所新开发的一些其他的业务，包括与网游这些业务的一个增长点会到一个什么地步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暂时的股价呢，去年炒作一轮之后，由170元左右的高位回落下来之后，这次在147.8块钱左右，两次都是比较好的有支持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150元区间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持。那再上的话，可能那个上一个高位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阻力位是在157块钱左右。如果以现在的在利润增长的话，很难会挑战到165元的一个在之前的一个高位。相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，还是走那个箱体震荡的一个行情比较多。